这是送花湖的鲤鱼啊，咱们今天撤退了，这是第三天的渔获，一共钓了20多条。这是大的啊，还有很多小的，一共就这么样。这渔获还是不错的，太带劲了这鱼。咱们再来过年吧，过年6月份，看松花湖的景。是野钓人的天堂啊，有机会我们还会来的。好漂亮啊！这个阴阳不错啊，这个风帆不错，那我看一下能多大？那有